奖获得 AM 七三零颁发真生活至尊年度最佳人寿危疾保险平台。保诚保险的宗旨是保障每个人生，成就每个未来。我们的使命是要透过简单方便的健康和财富方案，成为现在和未来世代最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和守护者，为客户减轻危疾和医疗开支的财务负担。我们的承保一生危疾保系列提供多重危疾和人寿保障，全方位照顾客户每个人生阶段，亦都为他们即将出世的 BB 提供周全的保障。另外，我们的王牌储蓄产品进富多元货币计划和其他一系列的财富管理方案，亦都可以满足客户退休保障和传承需要。保诚一直全方位照顾客户和他们家人的真正需要，实现我们的宗旨，保障每个生命，成就每个未来。今次获奖的卫星检、随身检是两项全新一站式体检服务，目的是要缩短核保体检的时间。客户只需前往指定的卫星体检中心，无需远行，走访多个地点就可以进行一站式体检服务。由专业注册护士提供个人化健康评估，更可透过视讯通讯见医生，即时在同一个地点完成核保所需的检查项目，例如血液检查、超声波、心电图和其他影像检查等。配合我们崭新的 One Signature 一签通服务，为客户提供革新的投保和核保过程，带来前所未有的方便和高效的体验。这几项服务标志着我们保诚引领保险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同时展示我们锐意利用创新科技持续优化顾客的体验承诺。多谢 AM 七三零颁发端对端医疗保险及保健服务平台奖项俾保诚保险。我哋会继续努力实践保诚嘅宗旨，保障每个人生，成就每个未来。多谢，非常多谢 AM 七三零颁发呢一个真生活至尊年度强积金分销商大奖俾我哋保诚保险。扎根本港接近60年，保诚保险的一站式企业方案平台是中小企老板的最佳拍档。我们除了提供全面的强积金计划之外，我们就着打工仔身心上的需要提供了福利和保障。我们专业的理财顾问团队用心聆听客户的需要，除了为打工仔整合强积金户口之外，也都为了他们退休生活提供意见，实现每个市民心中所想。展望未来，保诚会继续为中小企提供简单便捷的理财和健康解决方案，同时加强强积金服务的客户体验，实践我们的宗旨，就是保障每个人生，成就每个未来。多谢。好高兴 AM 七三零颁发真生活至尊年度杰出关爱企业大奖给我们保诚保险。我们的关爱社区工作涵盖四个范畴，包括有理财教育、公众健康、社会资本和社区关怀，藉此希望保障每个生命，成就每个未来。作为一家保险公司，我们努力为客户提供保障的同时，亦都希望为社会稍尽绵力，作出贡献，帮助香港有需要的人。保诚保险会继续努力和香港不同的社福机构和慈善团体合作，透过现有的计划或者一些共谋的新计划，为社会创造价值，带来正面的影响。多谢大家。